奇怪老师的眼镜精神，那是你学家人最好的榜样。其实老太家有讲过，传统的东西，假使讲很无人去维护起来，就会消失脱去。安尼需要来维护安尼自家祖先传播安尼个客家的传统文化，但系安尼大家共同而来努力的目标。在咧车奇怪人生当中，佮今天用咧个客家的音乐，以及传统的庆典的花灯啊，还有咧个布马阵等等，作为咧个传承的目标。安尼咧下会带大家呢。乡下落去了解车奇怪先生，佮对于民俗传统的成果，怎样摆现来发展的呢？乡下落去了解。爱福业的县古啊，当然啦、啊，爱县大古连创三国，但是呢，爱在民国1998年就拿到人家的第15届的一个民俗音乐啊，民俗音乐奖一个新传奖，一个民俗老音乐，民俗系乜嘅呢？当然佢讲以尽量以传统为准，所以我本身以咩有学做一个银行嘅像诶做娘娘嘅东西，做娘姑妈嘅东西啦，所以我请到表演嘅地方，我就会用我自己也编制出来嘅东西呢，来表演。所以我在1998年10月31号时间呢，我就拿到一第15届嘅一个新传奖，也系系民俗音乐奖啊，民俗音乐奖。在这样子，我要出青岛一个伴唱带啦，也我自家出的唱的山歌带啦。至于民俗方面呢，我因为我自家有整一个布马村，哦，还有个咩麒麟村，哦，甚至杨柳，哦，一条东西道具呢，全部是我自家一手编制的，全部是三方制作的转来，铺做的铺好，铺咩的铺好，才开始做马啦。做梁山啦、啊，做汉山啦、啊，做罗北京啦、啊，甚至还有做其他的动物的造型，哈、哦，让拿来，让拿来编制到人家地图，羊绒啦、羊布马啦，各方面呢，像我本身有一个村头呢，也有去也人讲的，全国各地啊就有去表演。几十年来，经过了几多的坎坎坷坷、风风雨雨。总算奉天不负苦心人，佮拿下了民俗音乐新传奖，也是对佮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肯定。佮无因为安阳庆感觉到骄傲，见到啥更加的用心，更加的上网打拼，因为客家文化还是要传承。系这样子，上差不多50、50年、20年的啦，吼。拿到一奖呢，很欣慰讲也。既然人家加油天天人，人对人自己客家的东西，人一天做唔得来失传的，所以我一直我坚持到一下，我唔够骨头硬，好咯，我全唔够，哈，我就完全以人家客家的传统的歌谣为准，所以一直我拿到一奖以后，我认为讲我还要更加用心来传承人家客家的东西。不然人家客家不管那县、那古、那山歌、三脚菜场，我晓得咧，吼，我一定会继续来传承下去。搞一下山歌，32年咧，吼，当然我也会请神梦，就人家个中国传播公司呢，在82年的时间，有6支也按到山歌高唱，就按到山歌太高唱，这样子啊，还蛮有一蛮个客家天台哈。蛮有客家电视台，做来讲在天视地图唯一的人家客家节目高唱的节目，很多山歌太家唱。当时我记得也是老一个吴传林老师啊，一什么都安尼李董事长嘞，我去人来到啊，来到家一边播啊，来一个捧一个山歌高唱的节目。所以当时一个山歌高唱节目一播出的时间，青岛人也有了反应讲。哦，一樣的，我青陽，因為樣吧，家下舊山歌先生也唔會聽到，真傳統的先生也清晰，所以這樣子呢，我在六陽的時間就青陽以現場現古為準，啊，舊的山歌呢，中央，就寫喺黑板上，一字一字的教大家，不管平板、山歌字、落山歌，啊，甚至手跳，哦，也係講對唱，一出一樣來。
来救仓以后，本人家睇架播出以后，感觉到讲也系人客家节目相当重要的一环。哦，当然啦，当时也有一个比赛节目也对啦哈，但是人家救仓的节目也系相当特殊的，所以大家对我呀救仓的三个的节目啊，也有一个相当的有印象，所以我陆陆续续呢，也本各地有唱去搞一个山歌，所以目前来讲，做来讲来山歌足只啊，照片人家北台湾，哦，甚至都青年都要南投。当然，山歌来学山歌，青年讲也挺无聊的事情，但是大家有想到讲，人家客家的东西，系无来同伊保存，还不会流失到那去。除非讲，有录像带好看，哦，有一个片人好看，但是你现场一来挨，一来打，还要按改钱无？尤其也，政府睇家都啲，要吹光也客家，哦，都学教也要吹光，一吹光呢就一靠睇家，挨一世人也冇办法。对一客家的东西，睇家我要用心来做，将一客家的东西能够继续来流传下去。还不怎么讲，客家的东西都片的方丈看得到，哦，六样带人看得到，做嘛也还会无呢？所以大家要有的危机意识啊，传统的东西一定要保留。当然，唔创新呢，一定要创新，唔会啥。传统的东西没冇本意流传的，也系我慢慢呢就要靠大家来做，才会有办法继续来传承下去。一路行来不断的发扬、老推广客家文化的赤旗国老师，在民国98年的时间，又得到民俗音乐的新传奖。天天给了安多年来的付出，行过三忙努力的微笑，得到了个天天，当然呢，大家非常的欢喜。从小生长在困苦环境的赤旗国呢，对寻安尼客家文化的过程当中，伊也有时常将爱放弃了张念头。但是在了个过程当中，就像赤旗国先生从阿有老安尼讲的，成功的法则里面呢，没有什么大道理，还咩就爱多学、苦学、认真来学，加上自家有很多的坚持，最后啊，一定能够行向了个成功的道路。今本日在了个节目当中，就我老太家来过一只段落，希望大家你的收看，还是安尼继续来了解不平凡的客家人物客家，安尼再会。